现在，让我们想象一棵树，虚树之树。有一棵巨大的树，它的树尖目不能视，它的枝叶遮蔽天空。在树下，是一片广袤的海，它的深度无法探测，它的边界不可触及。天地间，只有一树一海。于是他们开始了永无止境的竞争。大海不断扩张击掌，巨树不停扎根生长，一边想要淹没对方，一边想要吸收对方。树在海的浸润下度过恒河沙的岁月，分叉出阿僧祇的枝干，结下了那由他的花叶。就在这漫无尽期的过程中，在某个微不足道的角落里，在某株焕发新生的叶芽间，名为人类的文明诞生了。想象一下，虚数才是人类的起点，是文明的起始。时间在虚数之树的树干上流动，像树冠一样分叉出无限的世界。每一株枝干都是一种文明存在的形式，每一片花叶都是它们在时间维度中留下的现在与曾经。然而世界的发展需要约束，在与量子之海的竞争中，枝叶生长的方向不断遭到一种机制的筛选与纠正，一种自然形成的机制，一种源于虚数的机制，一种哺育滋养的机制，一种洗礼淘汰的机制。对于人类，那便是名为崩坏的灾祸。没错，没错，人类永远也无法逃离崩坏，人类只能前进，因为虚数之树必须生长。若非如此，我们终会像那些失败的世界一样衰败凋零，成为量子之海中的另一个泡影。若想获得永久的宁静，人类就必须回归文明的起点，回归于虚数。而我所追寻的答案必然存在于那虚数之树中。我很高兴啊，这场会谈达到了最完美的结果，让我们尽快完成信标的交接吧。对于时间地点，你有什么要求吗？你决定就好。容我想想。我不想再等了，我希望他能立即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启动第二神之剑需要崩坏能，大量的崩坏能。有了，眼下恰好有一处再合适不过的地点，极东的长空市。那是第三次崩坏的发生地。没错，三年前他留下了与虚数之树相通的起点，纵使第三律者陷入沉睡，崩坏能仍在源源不断地从起点中释出，那些能量顺应着大崩坏的催化不断增幅，即将到达爆发临界。多么完美的巧合。三天后，天命会将千界一城转移至长空市，在得到信标的同时，我就要开始第一次试验。嘿，这就走了？哼，真是遗憾呐，我还想和你一同举杯庆祝。凯文·卡斯兰娜，我相信今日的这场会面对你我，对整个世界都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。
为天命与蛇的联合干杯。咦，牙医，你回来了？刚回来，我担心城市里危险，就送了小空一程，路上花了点时间。提安娜还在医务室吗？对，刚刚又做了一次检查，情况还是老样子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修伯利安不久就能抵达，我们马上可以离开这儿了。提安娜醒来后还没吃过东西，她肚子应该饿了，我去厨房看看有什么能吃的吧。牙医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鸡窝头这个人呀，太正经了，说话都是摆事实讲道理。作为科研人员是好事，但生活中难免会有些死板。他说的那些，你不要太放在心上。没关系的，特斯拉博士，我没事。我和逆商相处了4个月，知道你们都是优秀的科学家，一定能做出最合理的判断。我很感谢你们愿意把事实告诉我。我知道你心里很不好受，我们会努力找到解决办法的。谢谢你。牙医，你回来了。我想你应该饿了，就做了点吃的。哦，是牙医做的咖喱，先用它填填肚子吧。你还有什么想吃的，我再去准备。好吃，怎么会这么好吃？慢慢吃吧，饭不会少的，别噎着了。我吃饱了。结果4个月过去，你的胃口和吃相倒是一点都没变。别说了，这段时间我都没怎么好好吃过饭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尝到这么令人开心、令人怀念的味道了。这爽口的感觉，这恰到好处的辣味，果然还是牙医的料理最合我的心意。你能喜欢就好，我之前还担心会不会有些太辣了。没有没有，辣度刚刚好，一边吃一边出汗，让人很舒服，我很喜欢。喝点水吧，别呛到喉咙。听博士说，修伯利安接下来会把你送去逆商基地检查，你要好好配合，乖乖听话，他们都是值得信任的人。知道了知道了，别担心，牙医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提安娜，你会好起来的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去洗盘子，你再休息一会儿吧。甜椒咖喱怎么可能会有辣味啊？杜鸦说的地点就是这儿，没有人在，小空他们已经离开了。你来了。不多不少，正好2个小时。我喜欢像你这样守时的人。按照约定，我一个人来了。看来不用我多问，你已经做好了准备。跟我来吧。孩子们离开后，这里一下子冷清了许多，都快变得和下面那片废墟一样了，安静，荒凉。一点生机都没有。他们之后会怎么样？会在先进安全的设施里接受进一步治疗，人工调控的崩坏能环境，定制的程序化护理，更大更自由的生活空间，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精神体验，
都和巢里的生活有天壤之别。当最后一个疗程结束，那些孩子将完全觉醒圣痕。到那时，他们就能走出过往，开始新的人生。世界谁会让他们离开？这些孩子都是珍惜的圣痕觉醒者，我不觉得你的同伴会轻易放过他们。他们会的，因为这是尊主的命令，是他许诺给我的报酬。报酬？我们到了，尊主就在这扇门后，他想单独见你。开门吧。真令人吃惊。第一次见面时，我还以为你只是个天真单纯的好孩子。可不过几天，你的眼神却判若两人。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一次蜕变。希望你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。去吧，祝你好运。你是？凯文·卡斯兰娜，世界蛇的领袖。卡斯兰娜，雷电牙医，你有想要挽救的人，但天命和逆伤都无法实现你的愿望。我向你承诺，世界蛇能拯救那个女孩。你的条件是什么？你我要知道具体的方法，然后看着他脱离危险。如果你们真的能做到，那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那个叫做凯亚娜的女孩已经危在旦夕，核心的侵蚀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极限。想要她活下去，就必须立刻将多余的核心从她体内分离。方法只有一个，我会让你重新成为雷之律者。什么？你是被选中的律者，你的身体里永远留下了与虚数之术相通的门。当第三次崩坏残留的能量被那道门吸收，你将再度崛起，从提亚娜手中夺走雷之律者的全能。新的律者核心会在你体内凝结，而征服宝石则会瓦解消失。减少一颗核心，它的症状也就得以缓解。只要我成为律者，提安娜就能得救。没错。那我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。三年前，是他将我带离了黑暗，没有提安娜，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我。为了他，我很乐意回到那片黑暗中。但如果我又一次被崩坏操纵，我希望你能……你不用担心，那种事不会发生。你真正应该关心的是成为律者之后的事。这一次你救得了提亚娜，可下一次他依旧会设身险境。他必定会再次使用空之律者的力量，一次又一次，为了身边的人，为了这个世界。只要崩坏存在，只要律者诞生，他就一定会挺身而出，不断把自己推向死亡边缘，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。我见过无数与他一样的人，即使面对死亡和恐惧，他们依然会坚定地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，去走自己相信的路。他们走了，一个都没有回来。不，我不会让那种事发生的。你无法阻止的，否则你根本不会来到这里。但你有另一个选择，你可以选择成为蛇的一员。你说什么？和
很快，绿者就会接踵而至，人类与崩坏的战争将进入下一个阶段。你可以选择与世界蛇同行，消灭崩坏，捕获绿者，封印他们的全能，让控制绿者再也无法增长他的力量。只有离开提亚娜身边，你才能真正保护他，远离危险。而当圣痕计划完成的那一刻，你和他就能回归人类。发生了什么？时间到了，门已被开启，不久之后虚数之术将在这座城市显现，沉睡的崩坏能会从地脉中释出，吸收他们，你就能重新成为雷之律者，为他争取更多的时间。但若要真正挽救他的生命，你只有一条路可走。是否要相信我，相信世界蛇，我会给你时间做出决定。雷电牙医，提亚娜的命运把握在你的手中。我不需要说服你，因为你比我更清楚，他的理想能拯救世界，却救不了他自己。这些怪物是量子之影，为什么长空时会出现量子之影？聚集，距离特斯拉提供的汇合坐标还有30公里，航道正常，没有发现敌人。之前侦察站看到的天面部队呢？在杰东列岛西岸降落了，似乎没有继续前进的打算。恐怕天命也察觉到了长空时的异常，所以提前出动女武神驻扎在附近的城市中。逆生的救援部队也已就位，一旦那些崩坏能爆发，他们会立刻开展行动，将损失控制在最低。我们绝不能让提亚娜使用控制绿者的力量。唉，我还是有些担心。很安静，过于安静了。这种感觉让我想起了天命之战，很不安。啊，怎么了？报告，长空市出现异常崩坏反应。数个不明单位以时速320公里从正前方高速逼近，正在捕捉目标影像。敌袭是天命？不是，量子之影，量子之影正在攻击修伯利安。舰首受到强烈冲击，近防炮脱落。你说什么？这里怎么会有量子之影？可恶，让博尼亚他们立即兵分两路，保护好舰台和主机房。甲板的敌人交给我来解决。就能举办露天野餐了。Hide and seek。
方向，德丽莎女士，下一波敌人正在接近。爱因斯坦博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看到海水在翻腾，是海啸，海啸和风暴正在涌向城市。为什么极东会出现量子之影？长空室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长空室的崩坏呢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从水下渗出，朝着空中的光带聚集，那绝对不是量子之海。德丽莎女士，我们恐怕有大麻烦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一晚我偶然走到窗边，抬头看向星空，我忽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，仿佛不是我在仰望星空，而是星空在俯视我。浩瀚的银河下，我那么渺小，人类那么渺小，周围的一切都在那个瞬间变得微不足道。当时我立刻产生了一种想法，我相信天空中的每一颗星星都是我们的敌人。每一颗星星都是敌人？没错，物理课本上有一张空间探测器从64亿公里外拍下的地球照片。哦，我记得那土里什么也没有，找了半天才看到一个小小的蓝点。那是地球，我们诞生长大的这颗星球，存在了46亿年的这颗星球，在宏大的宇宙中也不过只是一个渺小的光点。人类数千年的历史，数十亿的生命，数不胜数的知识文化，从宇宙的尺度来看都不值一提。我时常会思考，对于如此广阔的宇宙，一个人究竟能有多少意义。你笑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感觉很新奇。过去我和别的女孩子约会，说到星空，接下来会聊的都是星座、血型之类的话题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会从星空谈到宇宙和人类的女生，不愧是你。啊，我是说你很独特，与众不同。哎，请继续说吧，刚才的话题挺有意思，我还想听。我已经说完了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哦，对，我想想，就像你说的，宇宙很大，地球太小，可能对这片星空来讲，我们还有我们所在乎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吧。确实如此。真是个沉重的结论。但尽管如此，我、你还有这世上的每一个人还是在有意义的活着。我们活着，我们存在，做出人生的每一次选择，把握当下的每一个瞬间。人类原本没有意义，可我们赋予了我们意义。现在你又像是个哲学家了。在宇宙本质的问题上，科学和哲学原本就有相通之处。我很好奇一件事。怎么了？你完全不像是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，但我说的话你却一直听到现在。你真的觉得这场对话有价值吗？希望你能诚实地告诉我。你问我有没有价值，我也答不上来，因为你说的这些东西我估计只能听懂一半，可能还不到一半。但是啊，你认真说这些事的样子真的太吸引我了，所以我想继续听下去。只是因为这种理由？对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不如说我也想知道。我会好好向你学习，努力去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的。你终于笑了，你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。今年夏天
我要去穆大陆参加一场学术研讨会，会有许多著名的物理教授和学者到场。我打算和他们交流，探讨我的想法。或许听起来有些自傲，但我想结识那些能改变世界的人，我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我想看看自己能在这片星空下前行多远。加油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将自己今天说过的话通通实现。那你呢，凯文同学，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没有你那么崇高的理想，改变世界什么的对我太遥远了。我只想过好眼前的日子，珍惜每一个朋友，享受每一个现在，过得开心，活得自在。你一点都不考虑以后的事？哎，不想考虑，世界那么大，总有欢迎我的地方，总有等着我去做的事。可如果只是一味看向前方，我就会错过站在身边的人。我毕竟还是个高中生啊，活得天真一些，快乐一些，才像是我。真是个轻浮的人。不过，祝你能实现自己的愿望。嗯，希望我们的愿望都能实现。哦，对了，不如这个夏天，我和你一起去穆大陆吧。